他在绿标是吧？对，绿标有一个，全在防一个，搬出去了。打三了，那打吗？别这样，打了。掉了，掉了。两边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对面有一个，对面有一个，前一雷。对面有一个，中间，中间。我放右边，还有烟吗？把右边烟封了。 有个一滴去，楼中下给他爆了吗？进来，没闪了，我就开闪，加枪倒了。那边，你外面，对面，对面，他标点一个，对面，对面，对面一个，别进，别进，我上楼，对面，对面一个，等我到，等我到，我上可能上楼顶，楼上你想一点。OK，楼上拉到位就可以打了。你到了，我要去了，别进，我扔个人。到了吗？走，到了，我先把人补了。有个一滴，一楼一滴，刚进去。 一楼，一楼，左脚下，等我到，一楼闪现，一楼中间有一个，我这倒，中间，残了，我这火箭，漂亮，牛逼，下班，他真的飘啊，他为什么要来逮你啊？现在，只能走绿线，绿线也要被吸一波，什么情况？把我这开什么？开过来了。 这边，这边，队长，下班了，被捕了，被捕了，哎，啊，微博，微博森林，微博森林，我这边拿出来了，我这边拿出来了，北边，快点，压缩好多人，再见，没事了，哎，微博还有被没补了是不是？好像是有一个没被补，外边。 人被打二标挺远了，厕所。哎，这一波刚刚那个在防区，漂亮！还有吗？没了，都被捕了。搂的也。那这个人，我就知道。情况，一点。防不了人的，点点加枪的。一点有人，真杀你们了，没什么办法了。对，不管不带枪了。 走了呀，要不 ，MG 推我们，推二逼他了，感觉。给 ZYY 撞了，去不了。两脚不了。两个。好嘞。黑哥。亚米。要来喽。亚米来了。右边来不了，我在右边。 牛逼，防哪了？我有雷，感觉你得压过来呢，欢迎你。可以压，我可以压。抽抽抽！左边踩左边，踩左边。被压了，被压了，被头顶抽了。啊，我要踩右边，兄弟。踩右边，你不这边还有没有？ 有个脚步，我操！太明朗了，四人满编其实是完全可以在有载具的情况之下，先把这边那个位置给抓了就行。是的，红威最终也是终结掉了。